来，那个先生，先生 ，umbrella 雨伞哈、哦，谢谢。来，雨伞记得收起来哦，啊，收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脚步哦。起来，谢谢哈，这样比较安全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北捷运的朝天团。哎，很高兴今天能在2023年的第一天跟大家共度这个夜晚哈。那我们台北捷运42个小时不收班，大家一定都有捷运可以回家，所以当你进站的时候呢，请提醒大家不要推，不要挤，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。有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留你们的脚步，我们地板比较湿滑。那又到了我们有奖征答。